不可以分心，你到底有没有在专心听我讲话？鲑鱼、沙文、咖喱、另一个团的执行制作。公视表演厅与软剧团合作，共同实验全新线上剧集《立马好啊》。剧情从剧团在嘉义实际的营运模式与疫情下的生活体验出发，以虚构的拎剧团巧妙带出表演团体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各种困境。那制作的原则就是一不外景，不进棚，在这个遵守社交距离、符合防疫原则的状况下，开创一个新的制作模式。那利用手机啊、自拍、直播技术都可以。那如果是以这个社群媒体为主要播出平台，那最后如果在频道能够把这个内容也在频道播出更好。那希望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时间，我们找到一个方式跟做不同的创作。剧中演员们以轻松搞笑的演出方式，在无法见面群聚的严苛条件下，从编剧、排练到录影，100%居家进行，对剧场工作者来说都需要重新思考与学习。就像舞台剧一样嘛，它不能 NG， 一开机中间进进出出，音乐 Q 点这些都不能掉。因为我们就视同正式演出这样，所以初期经验刚开始还不习惯，哇，真的是花很多时间。你们现在看到都是我们基本上一剪就是直接开机 ，OK， 就是这一剪进来，不另外做剪接的。它其实等同于一个剧场经过很仔细的彩排之后的演出。总共12集的《立马好啊》，9月17号将于公视 YouTube 平台首播，连续4周，每周5、6日晚上7点线上开放入场。演员在镜头前准备的各种实况，也都将在线上一览无遗，一窥幕后秘辛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